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啊，今天我们来把英雄镜像一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镜像之后的效果。先是这个安琪拉的如意是吧？镜像后变成这样了，有点肥哈、啊，有点胖了、啊，变胖了。那我们再来镜像一下这个百里玄策的白虎字啊，这款皮肤把它镜像之后，其实也是挺炫的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动作，特别是这个动作是吧，特别好看啊，有点闪电雷鸣的电闪雷鸣的感觉啊。是吧？就很多英雄的画面把它镜像之后，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我们再把伽罗也来镜像一下。哎，走出来。哎，这是伽罗是吧？两条变成两条马尾辫的样子啊。嗯，这个画面是吧？有点胖啊，是吧？然后腿又很细，水土腰啊。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裴擒虎的这款皮肤是吧 ？KPL 皮肤拿去镜像之后的效果。看见没？这个效果是不是很好看是吧？双手拿着那个涂鸦的工具是吧？这个更霸气一点啊。镜像之后的画面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会有一种视觉错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梅西啊，梅西之后同样是裴擒虎的另外一款皮肤啊，最后的画面也是特别好看是吧？双脚站在那个两个足球上是吧？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很酷炫？一般人都不会站在足球上面站是吧？双脚站在足球上面，一般没人做的，很难做到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云中君镜像之后啊，我们看到变成两个头发竖起来是吧？然后有点像胡须的样子的那个，这样子的画型是不是更好看啊？同样，我们把他的原皮状态也来镜像一下，看见没？那个白化就有点像白胡子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还想看什么英雄镜像？欢迎大家视频评论留言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